缘分不分早晚，只为等你而来。这里是由专注种植牙的国健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《原来不晚》，我是主持人燕子。今天要给大家伙介绍的这位李玉英李大姐呀，家住吉林市，今年60岁。李大姐在找另一半这方面呢，挺佛系的。用她的话说呀，自己本身就肉了肉了的，不能要求对方样样都好，只要是对自己好，其他的方面差不多就行。还有一点呢，那就是如果男方要是能到吉林市大姐这边来的话，那就是最好不过了。一楼啊，姨，我以为是往上走呢。哎呦，就怕这个药都没去接呢，我就怕造啊。李玉英59岁，丧偶，吉林化工退休，退休金2400元，住房面积86平，乐观的心，这也是为啥李姨看起来比同龄人要年轻的原因。那你给我扎下你那么高的。扎高一点吗？扎高，扎高哈。嗯呢，扎高了有气，肯定比我自己整的好。哎，对，这多好，利索啊！啊，这刘海往下整，哎，是。那我耳朵长得好看，露出来点儿。红娘发现了，咱李姨真是依旧少女心呀。其实，通常这样的性格都是不曾受伤的女人才会拥有，但咱们李姨却并不是这样。年轻时的李姨呀，也曾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，那时的她也痛过，也哭过。80年前，人怀孕了吧，害怕。完了，顶就说吧，说6个月以后就别合房了，合房对小孩不好。就是人书上说不让，咱就不让吧。俩人因为这事就撕吧。他说的，哎呀，这都半年了，他就找别人。我跟你说，男人要有外遇，他回家哈，他屁股像长钉似的，他坐10分钟都坐不住，他就要起来走。虽说丈夫出轨了，但李姨想着为了孩子就睁只眼闭只眼吧，只要能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，自己委屈点没事儿。那天孩子就拉肚，完我就说的，那个孩子那个拉肚，我说你给孩子买点小药，我说哪怕今天晚上不在这住，我说你把药给我送回来，我还给他1块钱，我还给他送到汽车站。这一下就触碰我的底线了，就寻思我就找一个别人，就后爸，他看我面子，我说你干家还买点药，他别说还能给买点药，你这亲爸哪能这样式，是不是？我第二天就撒白眼跟他离婚。女儿的事儿让李姨彻底对这段婚姻失望了，毅然选择离婚。她带着16个月大的女儿独自生活。李姨告诉我们，虽然那时很苦，但她却从未抱怨过命运。幸运的是，9年后，老天终于让那个对的人来到了她的生命中。给我去世那老公，哎呀，大学本科，哈尔滨外国语学院毕业。这个时候就是刚跟您在一起的时候。对对，哎呀，他可厉害，他一农村孩子，自学考大学。是吗？没钱念书啊。一次偶然的邂逅，李姨遇到了大自己20岁的那个他。虽然两个人年龄相差很多，但这却从没有成为过他们之间的障碍。人可好了，再找那样人找不着了。就现在这男的，哪个挣钱全给你，人家挣钱全给你。是吗？哎，对你可好了，是不是？再婚后，丈夫对自己十分宠爱，对女儿那也是跟亲生的没什么两样，真心换真情。前几年丈夫生病后爬楼梯不方便，女儿也是主动给他们换了新房子。上楼费劲，完我说这有电梯，他说的啊，我不坐电梯，那电梯那一我在电梯里，电梯坏了我在里憋死，我姑娘掏钱交的首付买的这个房子，完了为了他买了1楼。看得出来呀，李姨与第二任丈夫的感情非常好，提起这段婚姻的时候啊，也是满满的幸福之情。两人携手走过了25个年头之后，这段婚姻也最终画上了句号。可能讲了啊，身体呢可好，人说倒下就倒。逝者已矣，但活着的人还得继续好好生活。女儿早已成家，留下孤零零的自己一个人生活，李姨倍感寂寞，所以她决定趁着自己年纪不大，还得再找个老伴儿。所以我心里想找一个，就是说的像大哥哥似的啊，能引领我的。我这人
差点，各方面好像把自己干净，像差点劲，不像人家那个女的气质咔嚓的，我好像幼了幼了，长相子我还真不咋挑，就是说瞅着顺眼就行，就是一瞅挺烦人的，你这长得大眼双眼皮你也烦的，是不是？还得有眼缘。哎，对，有眼缘，完了，包容心、责任心强的呗。有包容心，有责任心。除此之外，李姨还提出了一点，就是最好找一个以后能跟他共同生活在吉林市的。那我要离我姑娘近，不想离开姑娘。对，吉林市我坐车，我打车10块钱我拿了，我姑娘有事我打车10块钱回来。有责任心，能包容，还能来吉林跟李姨一起生活，我们的红娘立刻就想到了家住梅河口的张培文，还是比较符合李姨要求的，所以红娘决定给他俩牵牵红线。是张叔吗？张叔，我跟你说，你好，辛苦了。张培文63岁，离异，内蒙古阿尔山林业局退休，退休金3500元，有双保。在这住几年了？我这住一年才。这块才住一年呢？在这嘎住一年，在威岗城那嘎又住一年。张叔告诉我们，自己现在在梅河口是租房子住，因为女儿生活在梅河口，所以退休后啊，便从老家内蒙古搬到了这里。哎，我看看，哎呀，叔，你给这小屋收拾挺立着的。立着啥？就这屋吗？是？那对，我就在这屋住的。年轻时的张叔原本在内蒙古阿尔山林业局负责机务段的工作，但一次事故啊，让他做出了转行的决定。那小火车出事经常的。哦，那是挺严重的那一次啊。嗯，那挺严重的。那回好像没死了。是吗？那么危险？那可不，出来掉到宠物场，在宠物场愣场上给他扒了一阵儿，2个月木头，完了又上那个宠物场的锅炉房烧锅炉去了。从这嘎子开始，这始终就烧锅炉。捡回一条命的张叔此后便烧了半辈子的锅炉，因为薪水微薄，所以省吃俭用成了他的座右铭。为了葱就没别的玩意儿。你这冰箱里是我见过的最空旷的冰箱了，叔，除了葱就是姜，别的其他啥也没放啊。啥也没。你这是多余一点菜都不买呀？不买。就怕吃坏了吗？对，就怕吃坏了。因为怕坏，所以多余的菜呀，一点儿都不买。张叔平时花一分钱都要考虑考虑，吃上面节俭，穿上面啊更是如此。买了几年的新衣服，一穿没穿过的，是攒了整整一箱啊。哎，这还有个没拆过的衬衫。还有没拆的。这白衬衫。这都是没穿的。这新衣裳，这也是没穿过的裤。都没穿过，一穿没穿过。辛苦的，这个都是没穿的。那些好衣服，你平时以前都是什么时候场合才会穿的？那个我始终还没，我那个就是准备相亲的时候留着穿的。你那一箱的衣服都是留着相亲穿的？不知是性格使然，还是习惯问题，张叔貌似喜欢把好东西都留着藏起来。衣服如此啊，自己的优点也是如此。叔，那帽子咱一会儿去。这行吗？叔，你别戴帽，你别戴帽。我不戴帽了。不戴帽挺好，是吗？是不是？不戴帽精神。不戴帽精神呢？这头发雀黑，你是染了吗？是我又染一下子。染了？啥时候染的？才染的。才染的？昨天。哎呀，这是为了让我迎接我们的到来，新染的头发。别人都是尽量把自己光鲜亮丽的一面展示出来，扬长避短。但到咱张叔这儿啊，却好像成了扬短避长了。张叔说，也许正是因为自己这样老实巴交、不懂得表现的性格，才会不得前妻的喜欢，走上了离婚的道路。他说媳妇儿那啥对他够好的了，要我舍不得吃，我都给他吃。我那个是在那个兽医站的时候，大老远我就回来呢，休息不休息，直接往他家的那个大雷雨给他送去。那时的张叔对妻子可以说是十分的宠爱，宁可自己紧巴着，也要让妻子吃好穿好。但让张叔没想到的是啊，两个人可以共苦，却没能同甘。
结婚了之后他翻身了，他就把我踹了，完了后他就是想方设法的就找事儿，就找茬吵吵架，就不想跟你过了，就不想跟你过了。他是因为我那个挣的少，说我总说我这踢不倒这两个半钱儿，这一日才开100多块钱。他能挣多少钱？他那一天能挣100，有时候200。自己一个月挣的钱呀，也抵不过做生意的妻子一天挣得多。巨大的经济落差呀，让张叔很自卑。所以在妻子提出离婚后，他毅然决然地同意了。我单身20年了。20年啊，这20年这期间怎么也得找一个。我没人介绍，我上哪儿找去啊？没有人给咱介绍吗？没有。那咱们没托什么？我没给介绍介。我没托我。为啥呀？我怕人家逗我，耍性我。你咋会这么想呢？我就这么想啊。现在有不少的都是这个介绍的，也有说介绍对象，介绍对象，他我看他们都是在耍我。他给我介绍对象，他应该给我找女的见见哪个是哪个是啊，他又不说，挂说介绍对象。哦，我也没这时候是谁他也不说，那不就逗人的吗？那他都是咱干啥的？把你开心了。离婚后的张叔因为性格的原因，再加上没人给介绍，所以一直迟迟没能再次找到自己的幸福。孤身一人的日子让张叔倍感寂寞。过年的时候我真的趴窗户往外看，看人家放炮了，心里啊老难受了，心里是寻思这样有个家多好，这样有个家何必再趴窗户就望人家呢。尝尽了孤独的滋味，如今退休的张叔更加觉得自己该找个伴了。在看到我们的节目后啊，张叔觉得机会来了。中年老人，中老年，老年人有福气了，这份光棍有福气了，终于能找着有这个给介绍对象的了。还记得我们原来不晚的这个周一，对，我得就是这个点儿，我到点儿上看呢。看得出来，与之前不同。张叔对我们十分信任，既然如此，我们也不能辜负了这份信任。那么老实厚道的张叔到底想找个啥样的老伴呢？想找一个对方有房子的。你到他那过去啊？那叔，那你看这样的话，就是像一般男的会想说，哎，我找个媳妇儿，完我上他家过，就总感觉好像到人家有点矮人一等似的。我还没想这么多。要不那要我那我没办法呀，我现在没房子，我这租房子呢，我用感情，用热心，就是温暖他的心。我就是对媳妇儿那好，我媳妇儿，我要是有媳妇儿，我是舍不得吃舍不得喝就给媳妇儿，媳妇儿花多少钱我都敢，我都不心疼，但是我自己要花钱我会心疼。张叔说自己从没觉得到女方家生活是什么丢脸的事儿，相反，因为没房，他觉得自己更应该用爱和包容去弥补这件事儿。那么，就是对媳妇儿好的张叔和需要人宠的李姨，到底能不能有缘牵手呢？薇娜，介绍，正式介绍一下、啊。哎，这哪有一米七？这是一瞅就比我矮。我张叔啊，这你好，我李姨。红娘把见面地点约在了北山，想着可以让李姨带着张叔逛逛这吉林最著名的景点。但让我们没想到的是啊，这一路李姨的关注点啊，那是全放在了张叔的个头上了。不再个也得一米七呀、啊。